这里面有一个小女孩，我们的目的应该是要救她吧？别怕，你盒子哥哥来了。如果我们离得远啊，就呼叫；离得近，我们就牵手。走，别乱跑哦！打我，有什么冲我来！不怕老妹儿，他枪很马，快快来，我帮你望风。啊！大姐。It's okay.抓住我的手，手中无剑我就不能保护你，手中有剑我就不能拥抱你。动了不该动的人，放过六姐，带我走吧。怎么都好说，她是无辜的。大姐，听我说，我刚才做了一个噩梦，梦里有人要砍你的拔音盒，我不忍心就把你叫醒了。哎，怎么摔倒了，大姐？你可要接住我呀！哦，我们要出去了。抖音